是你好懂他哦。我有点不太想懂啊。一下图会被挤。你会被挤。你为什么都抽到大大啊？我不知道。被挤。哦。来了。是什么？戴眼镜。啊啊！你好猛哦！他画完啦，真的就长这样了。啊？嗯。啊？嗯。也可以知道你们不是那边的观众。嗯。哦，懂。对，他的确长这样。哦。好好好啊！没，我只没有很快速想到那边去而已。那我画双月会有两个人认不出来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又卡住了。哇！我没得罪他，哎，是我结束之后才这样子啊？为什么？我没得罪人吧？完了，完了，又卡住了，今天多灾多难。要等他吗？等啊，就等他一下。Everybody hit the answer。道歉名单到底要多长啊？我的妈呀！接下来啊，太可怕了。那个道歉影片，然后用闪光灯。哎、欸，所以那个群组有反应了吗？没有。按一下啊 ，take 他们一下。他们说头发画的乱的有点像，被卖了啦！哎呦，哇！哎呦，啊！我现在感觉肩膀重重，没有啦！哇！你被谁附身了？那个小孩来了吗？啊，好，大师上身了。等一下我一定会做出很好的作品。靠那个，我期待。黄头发的吗？就是黄头发。为什么？不要。到底哪来那么多黄头发的、啊？真的还蛮多人，是，可是的确蛮多人的人设都是黄头发。嗯，嗯、啊，又躲泰山，然后后来有改这个颜色啦。啊，那感觉我应该太认识，该不会？好，改成。改成红色，嗯，不行，他们那群蛮长长头发的啦，嗯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依照繁星猜的往下推哦。哦，哦，他染红头发哦，我不知道，还真的不知道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染红头发。笑，这要怎么放大的？塞我哎，奇怪，我明明有画过啊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嗯，中间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算了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啊，不对了，我画错了，不是这个颜色了。哪个颜色啦？不是这个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回不去了？一定要用橡皮擦了。嗯，他只能回一个动作。可恶。哦，太大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有给 tint 吗？没有。啊，欸、不对。哎、欸，对，他们下面好像是一样的。好。
巧克力啊，这是三个字哎。乔乔、克力。哇，但是我太久没画，这是讲这个样子啊。啊？是吧？哦哦，原来你在画放大版哦。对啊，因为直接画会看出来。哎，干脆画屁股的后面好了。屁股后面什么鬼？哎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有尾巴的白色兔子尾巴。对。谁？点点。点点啊。啊。白痴。你所以刚才画他胸部哦。对。可以画大一点哦，就猜得到了、啊。哇塞！等一下，这个发言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又要得罪谁？这又是哪只猫吗？王阿玛。好，又不是了。欧拉。啊！好大一点！这是杯子吗？哦、你看，直接倒抽一口气。怎么阿帕？阿帕刚刚出现过了啦。我刚刚也是阿帕、啊。我要画意象图。你画意象图了。来。干嘛啦？啊？哦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哪一个啊？哦、oh, ，对，是这个。不对啊，喵哈你也在吧？那个时候都在吧？那时候喵哈也在。哦，我感冒不能学你们。谁？有啊，他还有一个称号啦，然后是杰克帮他取的，一点八哦，叫做连打小天后。哦、为什么？擦玻璃的声音啊。他笑声是擦玻璃的声音。我超久没跟他玩了，应该有好几年以上了。有那么久吗？我记得有一次欢乐赛、啊，巧克力那时候欢乐赛他也来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不在啊，我欢乐赛有连续三四个月都没有在。哦、好吧。啊、然后我刚刚的题目是米菲跟咪菲，请选一个。太刚好了吧？哇。The hint 顶不到，为什么 hint 不给我点？就写啊！是小婴儿吧？哦，这些字，哎，不是，完了，这个要找字了，这很难，不是啊！哇，所以我是选错字吗？我选第二次，哇，就中了，帅啦！我应该没选错吧？有吗？有，有频道哦，很多哦，菜头贵哦，所以是这边的关系吗？好啦，你对一个字了哦，那边的关系。观众，你们在啾啾鞋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有那个，他是女儿。啾啾鞋有那个，对啊，他是生女儿哦，他也有生，但是他叫马吉。
一下，这个我要 Google 一下。陶贵，得罪名单再加一。我看一下哦，那怎么画啦？啊，好了，我尝试画他的人，虽然我觉得我画不出来。可以啦，你不是说大师上身了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戴眼镜的，对，哇，好多人哦。谁眼睛这么小、啊？你觉得你画得很像吗？我觉得不像。有没有一个方向啊？他的影片是些什么东西？画影片的东西很大众哎、欸。柯文哲哦，不是啊，文哲。谁啦？干嘛？因为他这么胖哦。又是红头发、哦，怎么又漏了一个？黑鱼，而且为什么都要给黑鱼挂一条屎？他明明就是红色在另外一边，对啊，全身黑条屎。谁啊？凯洛，凯洛。我刚刚找一张他的真人照在揣摩。终于轮到你了。观众很厉害耶，刚刚这么有猜出来耶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哈，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可是我刚刚不是这样画的，不是选错字吗？哼，还是他是、嗯、我不知道他哪一个字才是对的。花花森林啊！你为什么没有画图都可以？哦哦哦，是有是嗯啦，不是嗯，华生，应该是生吧？我记得不是生吗？哇，你没画图也可以得罪人哎、欸！哦，哎，旁边的家乐福一直跳食物，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我隔壁的是啊，算了，不能讲。讲了，怎么了吗？不是啊，很跳痛啊，什么婴儿鞋啊，婴儿用品啊，Switch 啊，啊，再來是什么一些写真集。对。啊？哎、欸，我在那边画哎。好，你可以慢慢画了。我觉得我画出来我会被他挤，而且是他会真的会他看不到啦，他看不到。会扁我的。他看不到，不用怕。好，他看不到哈。他看不到。我怎么没说？你们猜对的是你们的事情，不是我。还好我最后猜对。不够的事，不够的事。来个意象吧。要意象啦。那我要来玩意象图了。其实也不是意象、欸，好像是很条状。条状物哦。条状物。啊！灵魂了？谁？好，重点来喽！你呀、啊？哦！啊！我不懂。这个真的是不会，真的是好方法呢。哆哆隆，哆哆隆。哈！哒哒哒！哎呦喂，这个太粗了。噔噔噔噔噔，要音乐一直有感受。为什么要唱兜兜龙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兜兜龙那个勾勾是倒过来的啦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！我又要找他的图来画。小玉吗？要输哦。等一下啦。你所以你画过喽？放水是什么？
下，等一下，他的真人是长怎样？他有画过谁啊？看看啊，真人，这个我只能画真人照啊。竟然是画真人，他脸好像没那么长，他刚也画真人啊。好像没有那么突啊，完了，完全在自己创一个人吧。哎呀，眼睛没那么小啊，反正都是反过来就对了，脸很短，头发很。哇，为什么没有他知道？因为刚刚我有这个选项。哦，什么？是谁啊？然后那谁啊？如果你要问我说他画像不像的话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套用。然后我越来越看不懂他在画什么。